又出来。先洗了，咱们先洗一下吧。咱们先要把猪蹄儿给洗净啊。我们经常吃猪蹄儿都是整个煮的，今天我们把它切开，剁成小块儿，煮起来又比较快，而且还入味儿，换一种吃。在这儿有我的童年。还有我们的悲欢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青山绿水美如画，最熟悉的家乡话，还有难忘记的他。把小剁呀。这里长大，我们青梅又竹马，那段美丽的童话。走到哪里放不下，虽然如今我们离开家。凉水下锅，醋姜料酒，先把水烧开，水开把沫子打掉，捞出来。在这儿有我的爸妈，烧油，来点冰糖炒糖色，还没有，把冰糖炒成枣红色，下猪蹄儿。醋姜蒜橄榄椒花椒八椒老抽生抽蚝油，把猪蹄炒香啊，炒香以后来一瓶啤酒，再来加水，再来放上盐，小火慢慢炖啊。把猪蹄炖上一会儿，然后放上黄豆，这个是我们前面泡好的黄豆，用温水泡上半个小时，放进来和猪蹄一起炖，再用小火慢慢炖，把猪蹄炖熟。好嘞，炖熟了。出锅，正儿八经满满的胶原蛋白。相应难改沧桑变化，也让岁月老了它。告诉你们个秘密，今天糖色炒的有点过，不甜了。
昭和买的猪肘子，你们好好吃啊。嗯。尤其是昭和，好好吃。嗯。不，如果多吃点。昭和买的要好好吃。嗯，好肉，酥酥的。我把烤一块给吐了，那个猪爪爪了，嗯，你看，哎，猪爪爪该不要吃了吗？看见了，给肉肉留着。哎，来来来，上次你给肉肉画，那个了，猪爪，哎，我该一个给吃呀吗？一个不给吃了。哎呀，我买的，你买的该是你爸不吃我的都，这边你买，嗯，没去，赶紧吃，吃的饱饱的，赶紧去地里，人还渴吗？嗯，张哥，嗯，这个猪蹄子真好吃。你别再油了，加油干饭啊！你们都吃饱饱的啊！地里还有好多活等你们干。姐，嗯，我就感觉今天猪蹄子格外的香。是啊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的好吃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。来来来，你们谁吃这块大的了？给肉肉吃，给肉肉吃。嗯，看见这块都瘦的不肥。哎呀，这块大，该进肉。来，鱼吃的好。哎呦，我提不起来。来来来，哎，我已经吃好多了，你给磊哥吧。磊哥嘞？哪里嘛？磊哥不吃，磊哥不吃，磊哥不吃。啊，他们吃的晒嘞。好尴尬。